看，真是的。大家好，妈，这次来了就在这多住几天啊。嗯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想孩子啊，过来看孩子呢。想孩子不是发个视频呢？大老远跑来干嘛？妈，你坐那边吧。哎，去帮我倒杯水，还没洗脸刷牙。你快去刷呀！我今天不想刷，我想吃东西，饿了。快去，快去，我倒水。哎，别动嘛，先让我吃，我看一下什么馅的啊，别急，让我漱下口。找杯盒子过来，都是包子馒头，没有盒子才行。去，这什么馅的？馒头啊，我以为是包子。菜馅的，怎么没有肉馅的？那这个赶紧吃，那你吃吧，这个没肉的。这个肉嘞，这个肉给我吃啊！你吃吧。你这么慢啊！妈，这给你，豆浆。半杯啊，半杯肯定不够喝。妈，这你别喝了，我怕我不够，今天有点饿。怎么都是包子馒头，没有一个配菜啊？嗯，配菜搞的。这有豆酱还要配菜呀、啊？都是包子馒头，没有配菜怎么吃啊？快点，吃吧，吃馒头。我不吃。不吃、啊。一样的，儿子有了也没关系。你别笑。这油条也少吃，这个上火，老人家年纪大不要吃。知道了。还有啊。以后没事啊，别往城里跑。嗯，好。你来了，我们还要做饭，是吧？还有时间了。来，配菜来了。没有来。这么多还不够我们三个人吃啊？我要吃肉，这就有什么营养啊？吃早饭还要吃什么肉呀？吃什么吃什么早饭？现在十二点吃什么早饭了？你也知道十二点了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每天睡到十一点自然醒。去去去，这搞点什么有营养的？去坐啊！现在都烂了，你吃吧。不吃，不吃，吃烂了不要吃。对，上火这个。鸡蛋，妈妈吃。你刚才不错，好吃吧？我买的。嗯、不上班吃什么呀？我也没见你每天饿肚子，你每天饿着肚子啊？饿的、啊，真是的。我就没见过你这种男人，又懒又自私。滚滚！真是的。大家好，爱煮爱过就过，不过给我滚！你快吃，老公起来吃早饭了，快点，妈来了。哎，阿姨，你们家早饭这么晚呢？哦，他起得晚，所以早饭就晚一点。嗯、妈，你饿了是吧？饿了你先吃。没事没事。妈来了，别坐位置，走开走开。别动嘛，我先吃一下怎么馅的。
来苏哥啊，别挡住啊，都是包子，去去去搞搞杯喝的过来，牛奶。哦。你做别玩了，快吃。哦，知道了，马上好了。Game over。哎呀，都怪你救我，害我这把输了。要玩游戏不要说话，知道吧？好。还有嘛，怎么有事没事往这里跑啊？啊？肉吃了，嗯，这里肉吃了。哎妈，别动！这是我的甜品，我吃完东西要吃点甜品的。再叫他重新做。来，牛奶，妈，这是你的，喝点牛奶。怎么搞半杯啊？这还不够啊！哎，这是妈的。这样，你再给妈搞点什么东西吃？这些包子都是我爱吃的，肉包，我喜欢吃肉包。去，这是我的甜品。还有，搞个备餐。备菜，备菜，快点！马上！快点，快点！不好吃这样子，对。妈，你快吃啊！哦，对了，你在你妈跟妈搞点什么吃的？这东西我爱吃的。那个锅里还煮着蛋，应该熟了，我去端。等一下，妈，马上就好了。好的，还行。这大菜不错。这大菜好吃吧？嗯，咸蛋啊，我尝一下这个什么什么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妈喜欢吃咸蛋，你给她煮白蛋，你是故意的？妈又没说要煮咸蛋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都嫁过了七八年了，不知道我妈喜欢吃咸蛋吗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故意的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坏啊！啊！你真把自己撞大爷了！来，行，走，给你了。好。啊！你不收回，你收不收回？一会儿我爸过来吃饭，你今天吃饭注意点啊。到了。来了。老师过来干嘛了？这是。爸，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来，走，吃饭。吃饭，吃饭。来，真是熟。那个，我去盛饭，好吧？嗯，好。来吧。嗯。快吃。哦，对。来，鸡腿你最爱吃。不是。来。老人家少吃肉，吃多肉不好，还是给年轻人吃，是吧？老人家什么东西没吃过？我再去炒个下饭菜啊！爸，你快吃，吃排骨汤，吃虾。那还肥不饱？肥。爸，你们在乡下这个鸡怎么吃啊？有辣椒炒的吃。对，需要放辣椒炒，这样不好吃，不想吃是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女儿真不懂事，我下次叫她放辣椒炒，这个算了，我的女婿晚上吃啊。勺子勺子不拿。啊这不吃是吧，骨头？不吃，不吃啊！啊，不吃，不吃。
来，下饭菜来了。鸡呢？你说鸡，你懂不懂事啊？爸喜欢吃辣椒炒的鸡，你搞个白斩鸡什么意思？爸不吃，注意点，对吧？来吧，吃豆皮。爸，排骨汤跟那个虾，多吃点。我刚刚问他了，他不吃这个排骨。豆皮不错。爸，你快吃啊！你怎么不吃啊？吃饱了。来啊！每个菜你都翻个遍，你叫我爸怎么吃啊？你不是鬼！